这么喜欢吗？你属猫的呀，走路怎么没声音啊？是你自己看得太入迷了好吗？明明是一个学霸，怎么考得像第一次得奖一样？因为这是你送我的第一个奖牌，而且里面也有我的努力，以后它就是我的护身符了。 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？我睡得天昏地暗，要不是你叫我，我还能睡一整天呢。一整天？你能睡这么久啊？嗯，其实，在寝室他们都叫我是睡神的。哎，那早知道我就不叫你了，我就怕你没吃午饭。哎，对了，昨天那个庆功宴改到今天晚上了。 因为他们说你不去庆功宴就没意义了，连陈玉川都说你是受他真传。今天晚上要来蹭吃蹭喝的，这给他嘚瑟的。你想好去哪？楚秋妍他是我的室友，今天让你破费了，我挺不好意思的。能不能我把钱转账给你？ 别看我，我会紧张。紧张什么？我怕我会说错话。可你向来都很会说话呀。那我刚刚说要转钱给你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 你在关心我吗？我应该开心才对。放心吧，比赛不是还有奖金吗？我不会缺钱的。真的吗？嗯，当然是真的了。对你，软饭我会硬吃的。软饭？嗯，硬吃。 你看你那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嘴脸。丹宁和陈一川已经订好了今天庆功宴的位置了。嗯，我刚才都没吃饱。哎，现在先提前过去吧。好。